欢迎来到酷玩工厂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花姐姐。今天呢，小花姐姐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，什么故事呢？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一个人逛逛真好，还有河，有草，有阳光，真是好呀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一颗蛋。哦，我的孩子竟然跑到这里来了，我得小心把它抱回家。我可爱的孩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哦，我亲爱的宝贝，不要着急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哦，亲爱的孩子，回家了。我亲爱的宝贝们，你们快快长大，妈妈和爸爸等待你们要来见我们呢。这些宝宝应该会像我们一样英勇矫健。肯定会的。我出气，我要出气。我们的宝宝都非常的可爱，妈妈带你们出去玩哦。我们出去玩了。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玩点什么呢？我们玩扔球吧。嘿，恐龙爸爸。这个孩子生活习性和外边的恐龙族怎么不一样呢？他好像更喜欢地上的东西。